là tham thiền chú trọng cái công phu. Tại công phu tham thiền chúng ta là gọi là tham thoại đầu, thì phải mỗi hành giả chúng ta chọn một thoại đầu để tham. Và trên công phu 现在是 提醒我们，参禅就是最重要要注重实行。那我们每一个禅觉要选出来一个疑问，话头疑问来参。比方说，父母还没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本来面目是怎么样来的？我们参禅是一个直接的法门，是彻底破我执。那我们呢？禅者正常啊，不会紧紧拥抱那个我执，说参禅要无所得、无所求、无所怕，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发那个无所得心。为了这一点，虚云老和尚对禅者在3个月，就是在练习的时候是对于初参的禅者，新的禅者在3个月不容易进入共夫，要有一个觉死的心，要有生死心切，逐步会得到共夫。虚云老和尚比方说的功夫就是离开花尾，在路上到话头，一切说出来都是放边，说花尾就是无疑，无疑就是花尾，说花尾无疑，就是说我们禅者还被堵在所得、所求、所怕，那个我觉得一直来拉我们去。我们参禅在路上逐步到话头的地方，它会自动逐步少掉我执无明。到花头的地方就是我执要已经差不多少掉完全。到了意识的根本，那个刹那离开意识就是开悟。那都是说出来都是放鞭，但是我们听到开悟了，都有那个所求，求开悟，有所得有所求，都是障碍我们的开悟。所以说，我们禅者一定要亲近上知识，参学帮助我们。参禅就是行起，解决，就是要注重实行。nghe Đức Phật định tuyên cái đại pháp, nói về khai triển cái Phật tri kiến, chỉ thẳng Phật tri kiến, thì 5.000 A-la-hán thì bỏ pháp tòa đi ra, không chấp nhận, không chịu nghe. Do đó cũng là tri kiến, cũng là cái gì, cái sở đắc chướng ngại, chướng đạo, chứ không phải là đơn giản. Cho nên đối với người thực hành tham thiền, phải nói là tham thiền là nó có nhân duyên rất là lớn, có nhân duyên rất là lớn với thiền mới đến thiền đường。就是说在灵山法会，佛讲这个正法，有5000阿罗汉离开法会，因为他们的根据对于禅宗没有。所以说我们呢现在得到这个禅宗正法的根据，一定要正规保持这个正法。我们有很好的根据，但是都被障碍，种种的障碍。但是不用放下。虚云老和尚提出来那个腰子，参禅的腰子，我们甚至是唯利禅师都已经改编写出来清楚，就是参禅的方法，都有说不要放下这个参禅方法这本书，就是很重要的。参禅的方法里面10个条件，帮助我们破我执，帮助我们发起功夫，帮助我们扫掉世间的毒，不会落在无际空，成就在功夫上，帮助我们清楚得到参禅的根本就是信之行，起一起，不是糊涂的向心，不会落在错误。所以说参禅的方法那本书有10个条件啊，里面有说最重要就是破我执，说破我执就是无所得、无所求、无所盼，回到自己的功夫，提问花头清清楚楚。好像就是说我们参花头好像拿一个石头敲门，一直敲，参禅一直提问花头，那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的活动，因为没有所求所得吧，没有味道，觉得很无聊，没有意义，但是一直下功夫，那就是说我们呢参禅好像在吃，在尝一个没有味道的木头。那我们吃饭呢，虽然没有什么吃，但是都有饭的味道。现在参禅吃一个木头，木头就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一直参，一直下功夫，那就是修行，就是实行。我们众生一直来想要得到成就，现在叫我们做一个没有味道，没有什么达到什么的事情，就觉得很难。早上说话头，晚上说移情，听来听去只有话头，只有移情。Trở lên thành thuốc độc, cam lồ thành thuốc độc. Chứ tại sao mà tổ sư mới chụp nghĩa giải hết tất cả, quét hết tất cả nghĩa giải, tại vì ôm đó mà thành ra sai lầm. Ngày xưa cũng bị giống như vậy, mà đến ngày thời Phật 那我们的意识一直来喜欢有味道的事情的活动，那就是祖师说这点很像自监毒，拥有紧紧拥抱那个自见，就是错误。祖师说法非法，就是说完就破。之间不能进入般若，但是我们不会晓得般若的用，这一项都不能晓得。那说这一生啊，我们已经听得到般若的意思，实行这个正法。虽然这生不能开悟，但是下一生、过生啊，下一生会，如果听到正法的一句话，祖师说出来的一句话会得到。所以说参禅是行起解决，那参禅要跟着正宗的宗旨，不是紧紧拥抱那个所得，以为自己了不起，得到功夫，得到移情了，觉得我的移情很强啊，我有很得力的功夫啊，那就是所得的，是错误的。所以说祖师劝我们一定要诸丛林清净上智士，让我们不会走错路。那现在是忏问的时间，请法会师姑。Một tiếng hay là nửa tiếng, nói chung là con cũng chỉ biết là nhớ công phu và quay về với công phu. Thì trong lúc làm việc của tờ công phu, nhưng mà khi mà chống lại những cái niệm con vừa thấy cô đẳng thì那个花头连续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只是积德功夫，回到自己的功夫，好像在做工作的时候也都工作，觉得有那个别念起，记得共夫，记得话头就是提问话头，但是容易被那个意识拉去，就是说很正常被笑是共夫。那我要怎么办？请师父开示这一点。因为你的心跑外在外面，跟着那个看听晓得，在那个看听晓得上有烦恼，生出来种种烦恼。所以说没有功夫，功夫就是帮助我们晓得减少我觉烦恼，不是增加烦恼。你现在是自己帮自己，其实如果有真实的功夫，它会自然帮助我们少掉减少烦恼。那我们呢，一直要应用提问话头，记得无所得无所求无所怕，记得明明白白问。为什么我们的意识一直跑去外面，但是我们不觉得累啊，烦恼啊，我们都不觉得无聊，但是我们不怕啊，那个烦恼一直都跟着外面啊，意识上。那说只有这个疫情才可以小治得到那个我觉得病。那现在啊，我们听到啊这个法门，知道那个疫情是一个方便，那就意识现在拥抱疫情，用疫情来分别，用疫情来分析，那就增加我觉啊，这一点就是错误。所以说祖师善知识的话都是方便，听完了晓得了就要放下。祖师说就是说那个实行，说那个经验，说那个用功上，不是用祖师，我们呢不是用祖师的语言来直来拥抱，是障碍的。那都因为我们不能发起生死心切，不能发起菩提心。giúp cho cái người sơ phát tâm. Mà mình vẫn đọc qua mình biết rồi đó, thì biết ứng dụng trong đó để mà mình hành đó. Khi mà mình hành thì mình tham thiện là mình hành được hết tất cả cái đó. Giống cái tiền đi đó là cái phẩm tịnh hạnh trong kinh Hoa Nghiêm. Giống như là làm cái gì cũng nguyện chúng sanh, hướng về chúng sanh, tất cả những cái tâm niệm mà ngã chấp của mình đều quăng bỏ hết, tháo gỡ hết, rửa tay cũng nguyện cho chúng sanh, rửa mặt cũng nguyện cho chúng sanh. 就是说 在《花严经》有那个精性品，要一心向众生。洗手、洗脚都要向众生，为众生的利益。那都是发那个菩提心，起那个生死性切，没有其他，没有区别。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应用佛陀的话，只是叫做跟着衣食，跟着我执上来教业。那如果跟着佛教会，就是记得破我执的根，就是无所得、无所求、无所盼，那就自然成就一切法。现在我们常常这都说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学很多但是不能应用，但是有功夫了，逐步自然应用。那在我们参禅上会自动向心因果，生向心因果，起菩提心，破我执。信之心多少，我们去实行多少，最终会运用功夫得到那个。就是话头的地方，话头的成就。那好像在虚云老和尚的时代，有一位主事，24岁已经开悟，到80岁都没有人知道他开悟，他就一直做那个入山，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缘度众生。后来遇到虚云老和尚跟他讲出来一个转语，才知道他已经是艰辛了。那就说，有功夫开悟的人，他都没有什么我觉，要别人知道。那我们众生呢，想要别人知道，沾我们有功夫。那就是在那个我觉上修行，不是真实的修行。那现在我们呢，如果有真实心的修行，一定要一心一心的的下功夫。不要让自己走错路。那有很多禅者，新出家的禅者，听到这个正法觉得很有兴趣，但是好像虚云老和尚说，第一年是初参，第二年老参，第三年是无参，就是在那个兴趣上面。那就有人呢，发愿出家，进去寺庙来修，但是不够一年就回家，就那个很可惜。现在是有一位师姑有疑问，有一位同参道友有那个问题，请师父开示那个遇佛掌。就是遇佛斩佛、遇魔、斩魔，遇佛、杀佛、遇魔、斩杀魔的意思。这一点就是杀，就是减我们的执性。就是都说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功夫，安住我们的心，保持自己的功夫。那好像说我们遇到好的环境，不要跟着只在那个好的环境，或者坏的环境都不要只在坏的环境。好像在《楞严经》佛都有说50种末，就是50种末的长兵。那好像比方说我们正常没有什么可以写出来那个诗，但是常常一段时间就可以讲诗，讲得很流利。那这一点都要小心，有时会被破灾。50种末，那都是说回到自己的功夫。请回答师姑。Thì họ cảm thấy là họ đi sâu vào cái định nhiều hơn. 有一位头上道友分享，cái ngã chấp mình rất là lớn, nhưng mà khi mà đọc câu thoại như vậy thì họ thấy cái ngã chấp họ càng nhỏ dần, họ thấy không, mình không là gì cả. Thì xin thầy có thể cái câu này giúp con. Cái thâm thiền á,就是他们呢，在读那个花头，他们觉得进入那个容易进入那个定啊，少掉减少那个我执。那请师父开示这一点。师父说，参禅就是要注重移情，看到、知道、晓得我们已经减少，我觉得那都是妄想，都是相对，认为自己了不起。但是如果有谁碰到我们自己的我觉，那就发脾气，那好像树洞波佛音佛音祖师的故事，就是八风吹不动的故事。那就说我们的我执太深厚了，太厉害了，被堵在所得、所求、所盼，看到就是我执看到平平安安，看到清清清清、轻轻松松，什么成就都是我执。如果可以保持移情的话，平安不平安都没有住。都无助的，一直提问花头问，保持移情起起。说参禅就是提问花头，就是要发起移情，不是读出来没有移情就是错误。那好像来果祖师有说，初参的人呢，在开始的3个月、5个月没有移情，温但是好像读像念，但是不要放下，一直问，不要放下，不要放弃。那因为的我觉无明，所以不觉得不得到功。但是如果继续参下来，逐步会得到功夫的味道。所以一直应用参禅，参禅妄想觉得太多，觉得很是有一点害怕，问自己为什么参禅越来越多妄想，但是都不用怕这一点。那因为我们有功夫，那个妄想才起来障碍我们的功夫。过一段时间会觉得妄想减少，那都是因为有功夫没有什么区别啊，只是提问话头起一起。就是说，在什么环境啊，都不要放下话头。比方说，来主被打了几个，打嘴巴，都不要放下他的功夫。那谁可以得到的功夫好像来主，如果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夫，那就很容易开悟了。Con xin cảm ơn thầy. Thưa thầy, có một vị hành giả xin hỏi thầy là thế nào là giới cấm thủ? 那就说我们跟着祖师的教诲参禅，一定要有那个参学，有那个实行的性，才得到成就。这位师姑继续问，怎样是精守戒，怎样可以保持那个精守戒？师父说参禅会自动。就是包括一切，如果有功夫有余情，就是有一个故事，以前在一个寺庙，有一位出家人，学佛教啊，听到那个女人呢是不能碰到女人，就是仅仅保持那个精守戒，就是不要那这样说不是好像放下戒破戒，那就是错误啊，都是犯戒，就是不对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仅仅拥抱那个两头太极的都是不对。那就说我们参禅有功夫保持一境，就不会落在那个精守戒。hỏi xin thầy khai thị giúp con cái chỗ cái nghi tình đó.现在是有一位先生有疑问，không biết cái thắc mắc đó, tức là cái nghi tình. Tao vẫn giữ cái tâm không biết đó mà mình tiếp tục đi. Nhưng đôi khi con mặc nhiên rằng, tức là nó khi có cái câu hỏi đầu rồi. 请师父开示那个疑情这一点。我提问话头的时候，保持那个不知道的心，就是疑情，一直往前走。但是有时我觉得有余情的功夫就是保持那个不知道的这一点啊，这个念头。但是我都觉得如果保持那个不知道，它就对治那个知道了，就是分别了。那请师父开示这一点。主是说我们常常好像用那个石头来敲门，问话头它会自动有移情啊，不是作意保持啊，故意保持移情。如果有作意有故意的话，是错误，是一个别念。那比方说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留心在这个问题。就是比方说一个学生啊，他很努力用心学习啊，晚上早上都用心读书，不管其他不管什么问题。那就比方说我们的功夫都是一样，如果有那个生死性欠，那功夫自然会成就。那这一点呢，佛陀都有，比方说好像一位母亲，她想要她的孩子，一直想她的孩子，他会自动自然想他的孩子，照顾他的孩子。那不是说人生母子感情动物都是一样的，他会牺牲他自己来保卫他的孩子，这个是本能啊，因为有母子的感情，没有人叫他是这样是那样，他会自然啊。那现在我们意识得到生死痛苦啊，那就我们下功夫达到那个亲切，用功夫达到亲切的话，到时不会放下功夫。现在我们还不达到这个亲切用就动用，我们一定要保持功夫，记得下功夫照顾话头，还要参学来解决我们自己的我执逐步那个庸啊，境界庸会达到，达到那个不能放下功夫。这位先生就问，在用功的时候提问他头那个妄想，还有那个分别心，还有我都觉得我都看到，但是我一直保持自己的功夫，那我一直提问，保持自己的花头，觉得那个我执分别心逐步减少，逐步达到功夫得力。师父说，那就是我们的习气，分别的习气，我觉得习气都是一样，知道那个是习气，我们要一直保持功夫来讲养生死境界，痛切念。这份痛切念就好像我们忏温功夫，逐步会达到那个真实的生死境界。那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我觉，六根跟六尘生出来六识，那我们一直不要放下功夫，一直提问话头，在什么环境喜欢痛苦，心佛痛苦啊，东或者经的黄经都清清楚楚。提问话头，有疑情都问，没有疑情都问，逐步会纯熟，达到亲切用。在来主的经验上都有分享。如果我们有功夫的话，逐步那个妄想会变成奇怪，功夫会逐步会纯熟，逐步会习惯。要静静善知识、祖师、同参道友、禅堂，逐步会得到功夫，得到那个真实的功夫，不是靠着我们的我执，它会跑东跑西。有时想要修行就修，要放下就放下。那我们要一定要清楚我们的条路，一定要保持那个功夫。还记得破我觉就是增。法喜师父有疑问，以前有一位师父问那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出家人很怕他说什么三个字听不清楚。大学师傅都有人回答，就是因为我们的医学太坚固，一直执在那个金刚玉。师傅已经开始这点很清楚，但是我还没晓得，我还没清楚。那请师傅再说这一点，让我可以达到的意识。佛陀都有提出种种的，例如我们晓得意识、地狱生出来种种的烦恼，都因为我觉得，那都有一个有很多那个故事，有两位比丘尼，他们的我觉太深厚，那些人的中部地方，就是盐水的时候，就是每一年都遇到对方都有那个天灾，就是盐水严重，就是有很多那个做善事的人，送很多那个东西，但是两位比丘尼就正当想要达到那个东西，争斗了几天，但是到晚上自己想起来，发现自己的我觉就忏悔然后过去经理其他那位比丘尼来忏悔，就是自己两位自己破自己的我觉。这个故事有很多比丘尼跟出家人经常提出来，就是提醒自己被那个意识去变动我们，破我们的道性，破我们的真实的心，容易被误占颠倒。就是提醒我们一定要小心，对于我们常已经运用参禅，那一定要记得提起，不要被无明一直那个坚固的无明，好像金刚一直执着。对于佛的真法，真就是去邪的，因为疫情会帮助我们小掉那个我觉无明，所以我们看看在什么环境顺利或者不顺利，好或者坏的环境，都是 với因果都是病，他说我们的心包括一切空间时间，没有一点跟着佛性没有什么区别，那就还去让我们求什么呢？一直提问开头，不要有什么反应，不要有什么反应，不要有什么生出来那个我执。时间已经到了，现在去吃饭啊，再见。